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87节，努力致富，这个意思大家懂了。敲诈求签，签是什么意思？现在讲升官。得到更高的职位，从这个低的职位，攀升到高的职位，这叫签。那么他求取这个职位，是用不正当的手段。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，这种事情太多了，无论是国家的机构，或者是私人的公司，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更高的职位。这个升迁我们到处都听到，甚至于看到这些事情。往年我在台北教育部有一位官员，跟我也是老朋友，虔诚的佛教徒。有一天他来告诉我，他们教育部有一个单位主管出去了，他有资格争取，问我应不应该争取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争取这个职位目的何在？他说无非是想多替国家，多替社会做一点事情。我说那你这种居心呢，你可以争取。如果是希求升官发财，这个地位高了，俸禄拿得多了，甚至于还为非作歹，收取不应当的贿赂，那就不应该争取，你要争取就错了，那么他听了我的话之后，他也很积极争取，以后没有争取到，告诉我。我说没有争取到也好，为什么呢？你少操心，少劳碌争取到了呢，那尽心尽力替国家替社会多做一点事情，争取不到了，自己悠闲自在，又何乐而不为之呢？但是这个机会呀，你不能够错过。如果你不争取，你是消极，那表示什么呢？你为社会服务的心不切，你争取，争取不到，你很自在，语言不成熟，落得清闲自在，这个人就是赵佛成先生。现在也早已经退休了，住在加州萨克曼特。职位不容易掌握，古人讲不易居，
居在这个地位上，你有职责，必须尽忠职守，把你的分内事情做好。你做的有成就、有成绩，你的长官看到了，自然呢会提拔你，按照你的功绩升迁，按照你的资历升迁，这是正常的。如果在同僚当中想方设法障碍别人，甚至于打击同僚，这是古今中外都有啊。我们过去也做过些事情啊，也亲身体验到啊，这些都是造作很重的罪恶。别人真的被你障碍住了，还是他命中没有的，命里有的你障碍不住啊，命里没有的你想给他，他也得不到啊。这个理就很深了，知道的人不多啊。纵然熟读《了凡四训》，熟读《感应篇》之人，境界现前，自己还是做不了主。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呢？是非人我、贪嗔痴慢、自私自利的恶习气没有拔除啊！境界现前呢，还是随顺你的恶习气，没有随顺圣贤的教诲，这个不是修行人。修行最低的限度是要把自私自利、是非人我、贪嗔痴慢放下了，勉强放下也好，哪一个修行人在开头不是勉强压抑自己呢？随顺圣教，总得有一段时间才能够去向自然。这个里面你功夫就得力了，感觉得不十分勉强了，到功夫得力的时候，就法喜就升起来了，法喜充满，可是最初要不克服自己这一关，那你决定做不到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功夫永远不会得力，永远还是随顺烦恼习气，见到别人得到利益，升迁了，得到高位了，得到荣誉了，你的嫉妒还是免不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警惕，要有高度的警觉，
还有这个念头生起来，自己立刻要晓得又在造罪业了。虽然没有这个行动，这念头就造罪业，意业。即使看到别人荣耀，别人的利益，我们生欢喜心；别人遭遇困难，我们有怜悯心。这个功夫才真的得力，你的念头啊，真的转过来了。转不是在口头上转，是在心地，是在境界里面转。用心要纯正的。为一切众生服务也都缘分，缘分不到慢慢等待。佛家常讲佛不渡无缘之人，诸佛如来尚且如是，我们照个什么急呢？语言很复杂，佛菩萨那边没有障碍，障碍在众生呐。我们总要晓得，总要清楚。众生那一边的机缘没成熟，所以你看看古大德给我们做的榜样，语言不成熟的时候充实自己。儒家也说语言没有成熟独善其身呐。充实自己，语言成熟的时候兼善天下，为天下人服务，这叫兼善天下。诸佛菩萨也佛如是。至于机会，我们这个佛法里面讲机会，有很好的机会，很好的缘分给你做事情，我们要认真努力。这个求签呢，在我们佛门里面来说，求机缘，有机缘为众生服务，做出更多的贡献。我们是在求，也常常求佛菩萨加持，使我们有机会尽心尽力为佛法、为众生、为社会服务。可是众生要有福啊，众生的福德这个时候没有现前，他就有障碍。所以这个语言就很复杂了，不是个很单纯的了。我想帮忙，想帮你忙，他对方不接受啊。诚心诚意帮助你，他对你疑惑，他对你打了很多问号，对你不信任，这缘不成熟。不成熟的时候充实自己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等待因缘成熟。在等待当中，我们也可以以一些善巧方便
促进因缘成熟。啊，这个促进是增上缘呐。啊，诸佛菩萨无量劫来教化众生，啊，他的这个一套方法，我们要细心观察，啊，要好好的学习。啊，总而言之，不论是是法是佛法，都要以真诚处世待人接物，诸佛菩萨为我们示现的德行，总结就是天天改过。天天反省，天天改过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天天如是啊，等觉菩萨了，每一天还在反省检点改过自新。所以人家能够圆成佛道，我们今天功夫不得力，就是在这一个层次上疏忽了，没有认真反省，没有认真去改过。古大德常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在佛法里面讲，人不是佛，纵然是等觉菩萨还有过失，比世间人说的更要严格了，更要彻底了。所以我们读华严清凉礼长者的著述，他为我们说出来啊，佛法无论大小乘，无论是宗门教下啊，贤教密教，讲到修行的总纲领，忏除业障而已矣。这话讲的有道理啊，忏除业障，金刚经上讲的立一切相，断一切恶，布施供养，这是修一切善，要是问佛家讲的修行，这两句话就包尽了啊，一个忏除业障，一个广修供养，就尽了啊。确实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无论是哪一个法门，无论是哪个宗，这个宗派，这是修学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
敲诈求签，这一看就晓得这凡夫啊。迷惑颠倒的众生呢，他才干这个事情。真正觉悟人，真正明白人，决定不干这个事情。真正为社会、为众生服务，佛家讲的布施供养，什么样的身份都能做，不一定要有地位，要有权势，没有地位、没有权势，照样可以做。中国古代的时候，这有些同学念书过文里头念过武训呢，武训是个乞丐呀，乞丐也能做圣人，乞丐也能做佛菩萨，他每一天在外面乞讨那一点钱，逐渐逐渐攒起来，他办了不少学校啊。在我们佛家讲啊，那个乞丐是佛，是菩萨，不是凡人的。在儒家眼光里面，那是圣贤，不是普通人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何必要争取这个社会地位？现代人讲争啊，竞选、竞争啊，这个跟我们中国文化了完全不相同。我们中国文化了让啊，哪里会有争的道理？上古时代的许攸，这诸位在过文里头训练过啊，人家要请他来做过王，他听说了，赶快逃到深山里面去隐居了，现在人还要争，他不要，为什么不要呢？责任太重。这个事情做不好就不得了啊！做好了是你的本分，你应该要做好，做不好就是罪过。所以这个事情平心而论，吃力不讨好。三国时代诸葛亮还要人家三顾茅庐才肯出来，你就想一想的时候，这些真正是读书人，真正是明理的人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呐，不在其位，自己的生活逍遥自在。一旦得到这个职位，那就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啊！事出世间的职位都不好争呐。在我们出家人这寺庙的住持。寺庙里面的执事，这个好争的住持方丈这个职位，比做总统还难做啊！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主持正法，教化一方啊，你的职责要教这一方的众生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这在你肩膀上啊。你要没有能做到，你就有亏之手，那就该堕落。这个事情好干的啊！印光大师一生不做主持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职责不容易做，啊，做得不好，过失太重了，啊，依照佛法戒律里面来说，这是堕地狱。极重的罪业，做好了无量功德，啊，主持方丈就像学校的校长一样，啊，你怎样把这个学校办好，啊，利益一方众生，啊，所以巧诈求签的意思无限的深广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